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传授优质女性脱单三关键。第一个关键，去混男人圈，喜欢猛男参加拳击圈，喜欢有钱男人参加红茶圈 EMBA 圈，喜欢 IT 男参加 IT 培训班。在这些男人集中的地方，女人的美貌会得到放大，引人注目，容易找到你心仪的男人。第二，出游的时候一定不能带女伴，要单身出游，这样大大提高其他男人跟你进行沟通的概率，带了女伴，别的男人跟你接触的可能性下降 90%。 第三，看到心仪的男人要主动出去，不能抱有老观念，时代变了，本科以上的年轻人当中现在是女多男少，因为大学的入口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，那么很多本科男孩还会去找大专生，而本科女孩是不愿意找大专生的，本来本科女生就比男生多，所以时代变了，女性要主动。